上他了是吗？你还爱他？张坤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恨我自己，我恨我为什么还要坐在这儿，我恨我为什么还要来回奔跑的为他洗上冤屈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替他担心，他背叛，他毁了我们的婚姻，我不可能再相信他，我也不可能再相信他的感情，我再也不会相信男人了。可是我们都是成人了，我们都能承受住一切。可是天天呢？天天呢？天天他有什么错呢？这一切到底都怎么了？是欧阳林的错吗？他错吗？他以为周明远是爱他的，他也爱着周明远。可是你知道周明远跟我说吗？他跟我说他不爱他，可是欧阳林，他亲口对欧阳林说他爱他，爱怎么会那么轻易的说出口呢？他如果不爱欧阳林，他如果不爱他，他为什么要跟他上床呢？爱是一种责任，对吗？对吗？他既然做了，他就应该对欧阳林负责任，对吗？可是他对欧阳林负责任，那我呢？我跟天天呢？难道他就不用负责任了吗？他怎么能在跟欧阳林上完床以后再来跟我说他爱我，他爱天天，他爱整个家庭呢？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每次我遇到事儿的时候，我总是换个角度来想。咱们做的这个节目是关于第三者的，对吗？那你想过吗？为什么会有第三者？因为人是最复杂的动物，尤其是感情。那好，我再问你，婚姻是什么？每个人答案肯定都不一样。有人会说，因为对方彼此有了责任，有了承诺；也有人会说，是因为有了爱。那好，发生这种事儿，肯定是周明远的错，肯定他背叛了你，是他辜负了你。可是你呢？你满脑子都在想他为什么要辜负你，为什么要背叛你？你唯一的目的就是跟他离婚。你们原来的感情，你们之间的婚姻就那么脆弱吗？其实从自私的角度来讲，我倒希望你们离婚，因为那样我就有机会。因为我爱你，可是我真的不愿意看着你这么痛苦下去。我宁可你自己把问题想清楚。要是让我选择的话，是促使你们马上离婚，还是希望你真正的快乐起来？家。
希望你快乐。不住家，同镇。那的条件好吗？看你好像没有休息吧。还可以吧。那儿有个工厂。同镇。知道同镇吗？哎，知道，对，西站那边。好，带我去一趟。好，好嘞。你等我一会儿。咱不会有事儿吧，弟尊？他钱能给咱们吗？
天见。什么事儿？我们能不能不告了？不能。我去跟他们谈条件，让他们答应你的条件，这还不行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他们现在只是口头上答应你了，等你真撤诉了，他们反悔，你怎么办？是宗远来给我开的门，我跟他说手车是刚洗的，还没有干，他说他手脏，让我帮他放到桌上，我就进了他的房间，然后他顺势就把门给关上了，他突然就冲过来抱着我要吻我，我当时拼命的反抗，他没有得逞，特别生气，他恼羞成怒，他就冲上来撕我的衣服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人来敲门，然后他就恶狠狠地跟我说：“你要是喊的话，我就报警，说是你来勾引我。真的要是打官司，你一定斗不过我，因为我有权。”有钱有势，而且你要结婚了，如果把这个事儿闹出去，对你名声不好，你男朋友一定就不会再要你。我当时很害怕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他看见我懵了，就放心的去开门，进来的是酒吧的服务生来送酒。我要敲门之前，我听见门里好像有动静，有点像推拉之类的声音，哦，还有争吵声。就在那个男的要签字的时候，那个女的冲出来了，然后我看她头发有点乱，衣衫也不太整齐，脸上好像还有眼泪。那个男的手一直紧紧抓着那个女的，我怀疑当时。那个女的可能被那个男的恐吓过，完了那个男的就跟我说他们为一点小事去争吵，然后就把门关了让我走嘛。等这个服务生走了以后，我就意识到丧失了一次最好也是最后一次逃脱的机会，睁眼就扑了上来，把我强奸了。请大点声说。把我给强奸了，大概是11:30左右，我刚走出那个三楼电梯，就看见欧阳玲从1609房间出来了，她是跑出来的，边跑边哭，头发也是乱，我就把她叫了，但她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就跑到自己房间去了，我怕出什么事儿，我就跟着她到她的房间，到了房间以后我就问她怎么回事，她就一直在哭，什么也不说。后来我说你要不说的话，那我就去1609房间去问1609房间的客人，这时候他才
一把抓住我，哭着告诉我1609房间的客人把他强奸了。欧阳玲并不是像刚才那个证人说的那样是在晚上离开我的房间的，实际上他是在第二天早晨7点钟左右离开我的房间，后来通过回忆确定在门口跟他说话的这个人，那个人就是紫月乐队的阿夏。证人来了吗？哦，对不起，证人正从美国赶回来，他上星期参加美国洛杉矶的一个中国周，为了作证他特地赶回来，现在已经在上海，正赶往宋庄的路上。由于被告人提供的证人没有到庭，现在休庭15分钟。今年的5月25号，是我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日子。他把我以前的所有的美好的生活全都破碎，全都拿走了，感到很羞愧。我没法面对我的孩子，面对我的妻子，因为我背叛了他们，因为我在跟我的妻子结婚的时候，我曾经跟她许下诺言，我说我们要永远相爱，永不相负，永不分离。可是后来我为什么没能做到？我没能遵守我的诺言。我们当时说好的，我们一定要遵守自个儿的诺言，不管遵守诺言有多难。可是我没能做到。是什么东西把我改变了？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我想了很长时间，一直到昨天我想通了，就是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所谓的成就感，事业越来越好，你钱挣得越来越多，你内心的道德开始慢慢堕落，可是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。取得的这些成绩可以算作所谓的成功人士，我们这些人在一块儿，就在一块儿的时候，除了偶尔的谈谈工作，剩下的只有一个话题，就是女人性。因为你的社会价值，你的个人价值都已经得到了别人的肯定，你不需要再证明什么东西了。这个时候用什么来衡量你的魅力，你的价值呢？就是一次一次的艳遇，一个一个的女人，你知道我碰到了欧阳玲，我和她彼此互相有好感，互相被吸引，这都没什么，因为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有血有肉的人，我们都有追求美好事物的权利。但是我不应该跟你发生这种关系，因为我是结了婚的人，我有家庭。我必须承认，在我跟他发生过这种关系之后，我希望他永远消失，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永远也不要打扰我的生活，永远也不要让我的家人知道我曾经背叛过他们，这才是我内心中最卑鄙、最肮脏、最不可饶恕的一面。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，他也是个人，他
他是有感情的，他觉得我是爱他的，而且我曾经对他说过那三个字。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说，那不是爱情，我不爱你，那只不过是一种动物的兽性，一种欲望。我为了满足我自己的欲望，我才跟你说那三个字。我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我。佳，我想跟你说，我也知道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向你表达爱情的权利，但是我想跟你说，如果你如果生活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加倍珍惜。我请你原谅我。告了，我不告了。喂，好，我过来接你。发现他找不到法院，我去接他一下。我去吧。我自己去吧。干嘛呀？阿夏，你好。文佳呢？哎，你好，文佳啊，他不是和你在一起吗？他不是接你们去了吗？没有啊，对不起，文佳。
家的同事，文佳呢？怎么了？文佳失踪了。田健知道阿夏要来作证，怕你们阴谋败露，所以提前对文佳下了毒手，对吗？徐宝姐，我去追他。怕什么？你走啊！抢不了啊，红灯了。出了事我负责嘛。有拐弯，快！师傅，这条路是不是去同镇的？对，去同镇的，但是其他路也可以走。那就去同镇，快点。被告人周明远被指控犯有强奸罪，经过合议庭合议，犯罪罪名不成立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152条第一款、第155条第三款，判决如下。被告人周明远无罪，当庭释放。师傅，停车。你说我想干嘛？你放了他，这事跟他没关系，把他放了。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如果你想跟我们一块儿走的话，就马上；如果不想走的话，我也不勉强。田健，田健，田健，不关他的事儿，他是无辜的，你放了他，你放了他。去你妈的！快点！
碾子，把人放了，放了，放了。把文家放了，是没听见。那好，咱们就这么定。后天你去我们那儿签个协议。好，没问题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卖这房子呀？因为我要出国了，所以特别着急。哦，那好，那咱们后天见。好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再见，再见。你好。慢点，我就去远送了。来啦。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你什么时候想要卖房子了？这是我的房子啊，我想什么时候卖就什么时候卖啊。那出国又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要嫁给一个美国人了，他后天就到北京。你明天早上走之前，一定都要把东西收拾干净，好吗？哟，买了这么多好吃的，啊，还有酒呢。仲成，咱们俩一定要好好吃一顿散伙饭。你不是说想跟我结婚吗？
是你自己说的。我自己说什么了？到时候再说。对啊，那又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我陈锦最讨厌这句话了。到时候再说，到时候再说。这句话，第一，它不明确；第二，它可以不负责任；第三，它可以代表着是，可以代表着不是。这他妈是一句最操蛋的话。陈姐。好，它可以代表着是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不想再赌了。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，我输不起了。你明白吗？我明白了。好了，你可以做晚饭了。我晚上还要去北京饭店订婚宴呢。东城，走吧。妈，以后哪儿也不去。